呢条数如果我哋将已知嘅条件通咗份嘅话，咁就会有 a 加 b 加 c 呢嚿嘢乘以 a b 加 b c 再 a 加 c a， 咁啊，然后等于 a b c 嘅。咁啊，呢嚿嘢咧，然后我哋可以拆开佢喎。咁啊，点样拆法咧？咁啊，首先就系 a 加 b 加 c 啦。就乘以 AB 加 BC， 然后再加上 CA 乘以 A 加 B 加 C， 这个东西等于 ABC 啦。既然左手边和右手边都有 ABC 的话，首先看看左手边哪里有 ABC， ABC 就在这里， CA 乘以中间这个 B 的，右手边都有，即是说可以约啦，咁就係約咗中間呢一個啦，咁啊呢一個約咗個 B 啦，右手邊呢咁就約咗呢一個 ABC 啦，咁啊即係冇咗變咗零。咁然後呢，咁啊我哋見到呢個 B 呢可以掹出嚟喎，咁即係我哋有 A 加 C 做一個 factor 啦，咁而右手邊呢度呢呢嚿嘢又係有 A 加 C 做一個 factor， 咁即係話就可以將佢 group 埋佢啦。咁啊之後呢我哋將佢成功 factorize 之後就會有 C 加 A 啦，即係抽咗呢嚿嘢出嚟，剩低嘅就係 A 加 B 乘以 B 加 C 啦，呢嚿嘢等於零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最臨尾得出嘅結論咧，咁啊由呢個已知條件出到嚟嘅結論咧，就係一係 C 等於負 A 啦，又或者A 等於負 B， 又或者 B 等於負 C 啦。咁啊，首先認住呢個結論先啦。咁接住嚟咧，我哋就會進行呢一條題目需要我哋 proof 嘅嘢啦。上次就介紹到咧，咁啊有三種情況嘅。咁啊，然後我哋又要 proof 一條咁樣嘅數啦。咁我哋係咪需要 apply 曬呢三種情況落曬呢一條式度咧？咁發覺係唔使嘅，點解呢？因為我哋要 proof 嘅呢一條式咧，佢係一條輪換嘅對稱式，咁亦即係 A、B、C 可以任你調啦。咁啊，你調完俾我聽，跟住然後我擺翻落去，咁都係咁樣嘅樣嘅。咁既然佢哋可以任意調嘅話，咁即係我哋只需要 proof 有一組成立嘅話，咁啊本身呢一個條件輪換咧，咁就會出曬其他嗰兩個啦。咁所以我哋只需要 apply 一嚿嘢抌落去，咁如果 proof 到左邊等於右邊嘅話，咁啊其他嘅條件咧都一樣 work 嘅。咁所以我哋一齊睇下，咁啊呢一條式今次咧左手邊，咁啊如果我哋 apply A 等於負 B 嘅話咧，咁啊左手邊就會變成，首先左手邊係咩咧？就係 A 嘅二 n 加一次方啦，加一 over B 嘅二 n 加一次，再加一 over C 嘅二 n 加一次。咁既然如果 A 等於負 B 嘅話，咁即係我哋可以將呢個 A 就減粗，將佢變成負 B 啦。咁個負咧就可以因為呢個單數次方咧就掹佢出嚟嘅。咁既然係咁嘅話，亦即係呢一嚿嘢嘅絕對值就等於呢一嚿嘢。咁而且一個係正數，一個係負數。咁咧就啱啱好呢兩個就同大家講再見啦。咁所以呢條式嘅左手邊咧就係一 over C 嘅二 n 加一咁多次方啦。咁然後右手邊又係啲咩咧？咁啊右手邊咧就係、是、今次只不過係拉大啲嘅啫。咁啊個結果都係一樣嘅，就係、是、A 嘅二 n 加一加 B 嘅二 n 加一，再加 C 嘅二 n 加一咁樣子嘅，咁啊大家都估到噶啦，咁啊當 A 係等於呢個負 B 嗰陣咧，咁亦即係頭呢兩個咧嘅值係一模一樣啦，咁所以我哋今次整翻右手邊嘅就係、是、一 over C 嘅二 n 加一次，咁就係咁樣咧，我哋就可以 proof 到呢條數嘅左手邊呢條式等於右手邊呢條式。咁咧，呢一條題目就係咁樣證明完畢啦。